让我怎么做你才肯放过走。今天晚上留下来。你无耻，不许你为他这样。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？因为我他妈爱你。这不是林姐姐，那小雨不是林姐姐，你们搞错了。你好，那个我来找我丢在飞机上的钱包。叫什么名字？林启正，庄木林。你就是林启正？为什么不找我？为什么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？